第六题，钾肥皂以葡萄糖、丙酒精、丁奈伦、物纤维素及蛋白质，上述物质中属于有机聚合物者有哪一些？我们看到了，我们的肥皂不是聚合物，葡萄糖也不是聚合物，酒精也不是聚合物，奈伦就是尼龙，是一种纤维，是聚合物，纤维素是葡萄糖构成的聚合物，蛋白质是由氨基酸构成的聚合物，所以丁戊己是聚合物。所以第六题问我们说，上述物质中属于有机聚合物者有哪些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A， 丁戊己。